大家好，我是李同宽，又来了。这个今天啊，是一晃九月六号了，时间太快了。今天要讲一点严肃的话题啊，讲一讲依法治国。今天的大新闻是郭文贵申请美国政治避难，已经公布了，消息已经爆出来了啊，这个是一个好事啊，祝贺你老郭，希望你这个终于意识到自己终于走上了梁山了。这是盗国贼逼的呀。我呢，开始讲依法治国之前啊，先给大家演示吃一个泡泡。相当好啊，这个果的这个皮儿啊非常薄，就跟纸一样。我今天要想大家听着过瘾的话呢，你得允许我骂人，我要把中国的法学界全他妈骂一遍。因为为什么？因为依法治国这个概念已经被他妈倒歪了。哎，歪到哪儿去了呢？基本概念都是错的。有人问这个味儿什么味儿啊？这个味儿呢不是特别甜，但是也是相当甜的。口感呢相当于香蕉、芒果、柿子，加点奶油，用那个高倍的粉碎机把打成细颗粒，然后用勺子挖着吃，有点小颗粒状。非常好。这个果儿我这几天基本上不吃饭了啊，全吃它了。这个果的大量的其他的这个生理功能还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多多少少有点通便功能，因为我加太多了嘛，所以现在在做这个果酱。果酱煮的时候，如果不把种子拿出来，煮出那个果酱一吃，吃一小碗马上大泻，知道这效果吧？所以煮的时候一定要把种子取出来。那么中国这法学家这些家伙们把中国人哪儿搞错了呢？因为你要是在中国，比如说你进北大法学院，那么第一课他给你上法律课的时候跟你讲，他跟你讲呢什么叫法治啊，三点水那个治啊，一个是和这个什么叫法治啊，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制度的治，这俩治呢他们正儿八经的像认真的扯淡给你讲这个法治和法治的区别。这俩字实际上在中文里面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治制度的治也是制约的治，也是要把你管起来嘛。那个治呢和那个政治的治，三点水一个台，那个治也是要治你的，也是要把你抓起来的。所以法治法治这两个词当年翻译的时候啊，哪个脑残不知道哪个脑残发明这两个词的所谓的区别啊，扯鸡巴蛋，错了。搞得后来无数的这个学法律的人，包括那个人权人士民主人士，在那拼命解释，越解释越糊涂，这就是错了。这就像让我本人是化学家啊，然后想起化学来，咱们在中学学化学的时候，对不起啊，大家记得中学学化学第一课要给你讲这个所谓的这个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啊，什么叫物理反应，什么叫化学反应，一堆锯末啊，那把木头锯成锯末，这是物理反应啊，这不叫化，你把那锯末点着了，烧了，变成二氧化碳和水，走了，哎，那叫化学反应。这个东西你让小孩他理解不了。当年外国人之所以让你比较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英文很简单 ，physical change 和 chemical change， 这两个 change 在英文里面是小孩他能懂。你让中国人刚开始还没有基础的物理概念，没有化学概念的时候，他不懂什么叫物理，不懂什么叫化学的时候，你上来让他讲什么叫物理反应，什么叫化学反应，物理变化、化学变化，他能懂吗？所以把中国的孩子弄得他理解不了啊，他只能死记这个概念啊，就记了很多概念。我当年学化学时记了，我能搞得很清楚什么叫物理变化，什么叫化学变化。但是我相信 99% 的孩子学完之后就忘了，因为他理解不了。英文不存在这个问题，英文这个 physical 和 chemical 还算是个常用词。
咱中文里面的物理和化学这两个词呢是比较固定的，小孩在学这门课之前是理解不了的，所以说这个是早年搞这个中学教育的人把这概念给弄烂了，弄烂的让后来的孩子学的就非常非常累。这个法治也是这个问题啊，法的精神是个什么呢？要说真正的法治啊，真正的法治的话呢，不是说像咱们讲的，或者是法治三点水的治，或者制度要治你，而是一个契约精神。那你像美国这样的话，他的国父那么建立一个宪法，最后经过激烈的讨论通过了一个宪法，宪法通过之后这国家就建起来了。第一句话建这个国家的宪法第前三句话说得非常清楚，就大家认识到必须得为了保持秩序必须得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出钱的人同意建的啊，这个政府不能胡来，这政府不能说想封我的网就封我的网，这政府不能说想建大防火墙就建大防火墙，那是不允许的啊，那个就超出了契约精神了啊。契约精神就是说咱们同意啊，建一个军队啊，建个警察呀，建个消防队啊，建个各种收税机构啊，对吧？咱把学校建起来啊，啊，把这个土地有效的这个开发呀，把工业啊这个规矩给立起来啊，咱们大家公平竞争，这是正常的一个法治。那么中国离的这个正常法治十万八千里，首先基本概念就搞错，他这个治就是治老百姓，哎，中国什么叫依法治国啊？他把主语不告诉你。依法治国的主语是谁啊？是他妈习近平。习近平想抓你的时候他就依法治国了。王岐山想抓你的时候给你双规的时候，哎，他有依法治国，他有法律啊。哎，他能找到法律治你啊。你郭文贵你牛逼吧，我能找出你21个罪来。哎，都是这样，所有中国人呢都面临着这个被治。被他妈的盗国贼，被习近平这样的王八蛋去治。他这个治呢，首先这个法肯定是恶法。咱们老百姓没有经过我们的人大代表去讨论立这个法，所以他这个法比如说他想让中国人不能生那么多孩子啊，你一家只能生一个，他他妈一拍脑袋就来一个法律啊，计划生育法，这个法没有任何民意基础，完全是强奸中国人民的意志，而是一种反文明反人类的一种法，这是典型的恶法。可是他强行的给你弄这个法，跟你讲依法治国，你他妈的你非得生的话，他给你弄一超生户罚你，让你孩子到现在都不能上户口，多么荒唐，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有这样的法律，你知道吗？它的根子在哪里啊？它的根源就是共产党讲这个法的时候呢只是整你的工具，是奴隶主手里那把鞭子，这是中国的法，这个和这个外国人讲的这个法就不一样了。那么西方法它这个本质是什么呢？西方法它的本质，这个法呢 law， 这个 law 呢和这个规律，你比如刚才我讲的化学规律生物学的规律啊，和人间社会的运行规则，这些规律它当成一个东西，就是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中就是外国人一讲这个法律一旦立下来，你比如这个高速公路开车不能超55，你非得开70，那就抓你啊，你任何人不能抗拒，管你是郭文贵还是王岐山还是他妈的孙立军，谁开车超龄速都得抓。那么在中国你挂上一个武警的牌子，挂上一个军队的牌子，你可以畅行无阻，你压死人都可以没事儿，你知道吗？这就极其荒唐，就是中国的规律是他妈的人的一个工具，它不叫规律，是法，相当于一个手铐，中国的法是一个手铐，外国人讲的法呢它是一个规律。什么规律？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人生老病死，任何人逃不脱生物学的规律，你活到80-90岁100岁，像我这样的长寿一点活120岁我也得死啊，你正常人王岐山你活个73岁你就得死了嘛，对吧？那么就是这是生物学的规律，你的细胞总要老死，最后人就死了，规矩不可抗拒啊。这个老这种精神美国人包括英国人了，他们是一体的哈。那么他们这个法律是不可抗拒，这个 law 就是绝对不可抗拒，一旦定下来就不可抗拒，定的过程中有民意授权，经过老百姓的辩论啊，经过民意代表，经过议员立法委员的充分的讨论，让这个美国社会当中的最聪明的人啊，最懂得讲道理的人啊，最会辩论的人去参与这个立法过程。那么这个法呢在老百姓的心中就相当于规律啊，生老病死的规律那样那么崇高，任何人犯了法
没什么好说的，你也甭走后门，你老老实实的，进入这个法庭去辩一下，啊，你就是认者服输，就是你得认赌服输啊，啊，你就遵守那个法庭判决就完了。那么在中国呢，由于立法这第一步就是错了，是共产党强行制造的一个手铐一个脚镣，套到你身上就是要治你的，不管是三点水那个治还是立刀治啊，就是都是要管你的，就是说是习近平比你高。你知道吗，在中国的法律概念里，习近平王岐山比你高，就是因为他权力大啊。这个法呢，老百姓是绝对不认同的，所以说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不管是当官的是贪官还是中级管理人员，还是小老百姓街上那个卖菜的，他觉得他要是能抗拒这个法，能钻点空子，能够躲过这个法的制裁的话呢，他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事情，这是一种人生的巨大成就，这个就乱套了，兄弟们，这个在西方是不存在这样的。西方纽约州的这个州长也他妈被抓着嫖嫖娼啊，他就认倒霉啊，他就得辞职啊，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是人家国家法的精神，地位非常高。这个法呢，在西方是人民的共识，这也是未来我们宪政民主派建立一个新政权之后，建立一个民主政权之后必须要借鉴的东西啊，不能够走那种共产党这样。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流氓私家法，是黑社会法，完全不懂不尊重法，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在执行法的执行的时候呢，烂法，就是黑社会执法。你看看大街上打死多少人啊，那孕妇抱着个小孩在大街上被警察一拳打在地上，这是野蛮到了极点。那么第三步呢，还有一个执法。那么总不可避免的，人和人之间要发生纠纷，人和政府要发生纠纷，发生了纠纷之后怎么办呢？到法庭去打官司。打官司的时候就相当于啊，张三李四有了纠纷，你不能找这两家的亲戚有关系的人去审这个案子，你得找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中国的法院，你要跟共产党有一个纠纷，你去告共产党，首先立不了案，这他娘的，这法院就是被他们垄断了，是他们家开的，他不允许你告共产党。就算勉勉强强你立了案了，那么法官他肯定不向着你，他绝对不公平，他向着共产党，因为他是共产党养的一条狗。所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司法系统，从这个公检法的实践到我们高校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什么法学教授，全他妈狗屁，讲的全他妈屁道理，你知道吗？他没有把法的实质告诉中国人，因为他不敢啊。你像贺玉芳那样，像我这样讲的，贺玉芳第二天就丢工作了。他为了在那儿吃那点粮食啊，他就是那点粮食的收入了。过去讲不为三斗米折腰，那是因为贺玉芳家里有1000亩的出租土地啊，不愁这5斗米。贺玉芳现在就得愁着5斗米啊！共产党一旦给他开了，开到石河子去，傻了吧？啊，老实实低头认罪之后回来，在北大夹着尾巴做人，这就是中国人。贺玉芳这还算优秀的，这还算最好的啊！我点贺玉芳的名是看在他是山东老乡的份上，而这个人比较优秀，我点他的名。别人那些根本就不录贺玉芳啊，全他妈的不说人话，每天都是吃的粮食。拉出来的讲出来的话都是害中国人、误导中国人的，讲你妈的法治和法治的区别，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的区别，扯淡扯淡，好吧，我接着喝点酒啊，谢谢大家，今天那个祝贺老郭啊，终于申请了美国的政治避难，希望你取得成功，谢谢，再见。也是要治你的，也是要把你抓起来的，所以法治法治这两个词当年翻译的时候啊，哪个脑残不知道哪个脑残发明这两个词的所谓的区别啊，扯鸡巴蛋，错了，搞得后来无数的这个学法律的人，包括那个人权人士、民主人士在那拼命解释，越解释越糊涂，这就是错了。这就像让我本人是化学家啊，然后想起化学来，咱们在中学学化学的时候，对不起啊，大家记得中学学化学第一课要给你讲这个所谓的这个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啊，什么叫物理反应，什么叫化学反应，一堆锯末啊，把木头锯成锯末，这是物理反应啊，这不叫化，你把那锯末点着了烧了变成二氧化碳和水走了啊，那叫化学反应。这个东西你让小孩他理解不了，当年外国人之所以让你比较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英文很简单 physical change 和 chemical change，
这两个 change 在英文里面是小孩他能懂，你让中国人刚开始还没有基础的物理概念，没有化学概念的时候，他不懂什么叫物理，不懂什么叫化学的时候，你上来让他讲什么叫物理反应，什么叫化学反应，物理变化，化学变化，他能懂吗？所以把中国的孩子弄得，他里柿子加点奶油，用那个高倍的粉碎机把打成细颗粒，然后用勺子挖着吃，有点小颗粒状，非常好。这个果儿我这几天基本上不吃饭了啊，全吃它了。这个果的大量的其他的这个生理功能还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多多少少有点通便功能，因为我加太多了嘛，所以现在在做这个果酱。果酱煮的时候，如果不把种子拿出来，煮出那个果酱一吃，吃一小碗马上大泻，知道这效果吧？所以煮的时候一定要把种子取出来。那么中国这法学家这些家伙们把中国人哪儿搞错了呢？因为你要是在中国，比如说你进北大法学院，那么第一课他给你上法律课的时候跟你讲，他跟你讲呢什么叫法治啊，三点水那个治啊，一个是和这个什么叫法治啊，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制度的治，这俩字呢他们正儿八经的像认真的扯淡给你讲这个法治和法治的区别，这俩字实际上在中文里面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制度的制也是制约的制，也是要把你管起来嘛。那个治呢和那个政治的治，三点水一个台那个治，今天的大新闻是郭文贵申请美国政治避难已经公布了，消息已经爆出来了啊，这个是一个好事啊，祝贺你老郭，希望你这个终于意识到自己终于走上了梁山了，这个这是盗国贼逼的呀。我呢开始讲依法治国之前先给大家演示吃一个泡泡。相当好啊，这个果的这个皮儿啊非常薄，就跟纸一样。我今天要想大家听着过瘾的话呢，你得允许我骂人，我要把中国的法学界全他妈骂一遍。因为为什么？因为依法治国这个概念已经被他妈倒歪了，哎，歪到哪去了呢？基本概念都是错的。有人问这个味儿什么味儿啊？这个味儿呢，不是特别甜，但是也是相当甜的。口感呢相当于香蕉芒果，理解不了啊，他只能死记这个概念啊，就记了很多概念，我当年学化学时记了，我能搞得很清楚什么叫物理变化，什么叫化学变化，但是我相信 99% 的孩子学完之后就忘了，因为他理解不了，英文不存在这个问题，英文这个 physical 和 chemical 还算是个常用词，咱中文里面的物理和化学这两个词呢是比较固定的，小孩在学这门课之前是理解不了的，所以说这个是早年搞这个中学教育的人把这概念给弄烂了，弄烂了让后来的孩子学的就非常非常累。这个法治也是这个问题啊，法的精神是个什么呢？要说真正的法治啊，真正的法治的话呢不是说像咱们讲的或者是法治三点水的治或者制度要治你，而是一个契约精神。那你像美国这样的话，他的国父那么建立一个宪法，最后经过激烈的讨论通过了一个宪法，宪法通过之后这国家就建起来了，第一句话建这个国家的宪法第前三句话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大家认识到必须得为了保持秩序必须得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出钱的人同意建的啊，这个政府不能胡来，这政府不能说想封我的网就封我的网，这政府不能说想建大防火墙就建大防火墙，那是不允许的啊，那个就超出了契约精神了啊，契约精神就是说咱们同意啊建一个军队啊，建个警察呀、啊、建个消防队啊，建个各我的心情是多么好。
大家好，我是李同宽，又来了。这个今天啊，是一晃九月六号了，时间太快了。今天要讲一点严肃的话题啊，讲一讲依法治国。